我是老人啊，我不是男人。还可以再打一场，今天还好。太累了，上场太累了。上场吗？很简单啊。
我没有。没有，你是说你们不加打？好了，叫我。对。算了，那我就把我拿掉。叫我吧。你们要来，等下再。没有，叫我吧。他不是停吗？这也是你们打好算了算了。对，打了这个。这边老汤就要再追打一场啊，没有上就不用打了。体会下去，体会下去，体会体会下去吧。让老汤知道打一场就好了。上班不要了。现在什么不尽心的 ？OK 啊，他是当尽心的，差一点你看，结果都差差了，肯定差很多。再一两个，他能过去的。哎，你想想多大，他多大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？你会追过他？对，球也不在，他不急。